安东道场谢德祥谢前人今天带领安东道场各分坛的点传师及道亲代表来到北台湾淡水河畔观音山上金琴金仙的墓地举行32周年的成道叩墓以及清明扫墓慎终追远追思感恩的法会，是们最大的金琴金仙刘老前人的行礼以及修办道的这一份精神，省吃俭用，这份都是为众生努力付出，为众生废命而打点，点点滴滴，而且真是感怀一心。所以有幸一年一度，只要有在台湾，后学一定会前来祭拜。那么今天呢，也感谢我们点传师坛主们鲜花果品来叩拜，我来感恩大德金琴金仙刘老先生的这份德者。那我们也期望在这里恳请大德金琴金仙刘老前人能够来护佑我们安东道场所有的点传师坛主办事能够平安度世，来努力修办，更期望大德金琴金仙刘老前人能够来护佑安东道场，使我们大德厚德大地的这一份为安东弥勒山一贯村的理想能够早日来实现。那今天感恩大家，也感恩金琴金仙的这一份德者，让我们好好的来效法。谢谢大家。刘老前人大德，他每次都非常非常的忽悠我们大家。每年的三月，再怎么样有风有雨，只要到我们来叩拜大德前人的时候，总是天气就突然间的放晴。那今天呢，非常非常的晴朗。那大家呢，就是一份感恩那个老先人大德在世为我们的付出，启动我们的慧念，让我们能够聊生死。所以刘老前人大德在我们心中一辈子我们都不会磨灭掉。金琴金仙柳仁汉老前人于1915年诞生在大陆东北安东省的凤城县，年轻的时候与任职于沈阳铁路局的高老前人共事，从而相识相知。刘老前人因为好奇高老前人为什么这么年轻又有学识竟然就会吃素，从而受到高老前人人格气质的感召，而追随高老前人一生修办道。1950年6月，刘老前人与高老前人因为因缘际会辗转来到台湾。1951年，两位老前人落地新竹开荒禅道，奠定了今日安东道场道务弘展的基础。由于刘老前人大悲大智大愿大行的志向，使我们今天安东道场的后学们能够有这个福气求得真道。除了当叩谢天恩师德之外，更应效法刘老前人的风范，奋勇志不能停，迈向共同的目标，完成安东弥勒山10年的大建设。以上是安东弥勒山新屋网在金琴金仙成道32周年叩墓法会的报道。